走就会回到车上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来，我们再来这个地方。来，你看到这个写什么？这个是 turtle， 这个叫龙龟。啊 ，turtle 的身体撅跟的头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呢，乾隆的乾隆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皇帝啊，乾隆啊，乾隆的时候呢，那时候的将军呢，他呢，因为呢这边有一些战争啊，一个林爽文事件，把这个事情呢搞定之后呢。从此呢，搞定之后，然后这边盖了这个妈祖庙，给他们来波比波比。所以呢，从此之后，清朝的官员们他们来到了这里，都什么文武百官来到了这里，你就要下马，要来进去怎么样？来进去表示对妈祖的敬意。好，来，现在跟明奴走，我们来这边行行嘞，然后等一下走旁边的门，我们走前面让绕，可以回到刚刚你们走的那条街。Yeah.
其实颜色是看你自己喜欢就可以。Yeah, I'm gonna go to the